妈妈你看看，你自己看这点都是啥？六八十三十三倍多，我赢钱，我他妈赢100多万，妈的，我明天娶媳妇儿，差8万呢，我四条了，来看，来看四条，你再加一条。哎，我抽上了，我又转那假造的。来，我跟你说，查，妈的逼的！我九万，迷糊了吧？迷糊没有？没迷糊。妈的，吃着。哎，七遍。操妈家那假让我打丢了。真假的手贼狠。我给你找找，我叫叉，我叫叉，全红了。你瞅瞅，腾讯，你又放网上，有吗？你总把我们出丑的放网上，你他妈我当大半哥呢，你也往网上放。我装二饼，二饼，调饼，万就是断烟，操你妈！就他妈断烟。钢炮，钢炮，你他妈偷马的，是不是那姐？绝对是！宋先生说两句，要不他出丑全是我。明天你说两句。那钢炮，钢炮是啥？唱着，起吧。哎呀，黄姑娘，来啥了？三饼，三饼不要。哎，三饼我吃啊！我他妈没醉，我他妈就上定了四饼。哎，李川。啊。第三个，你妈逼！你要对不上我队，我跟你说，谁对不上谁儿子。我儿子，没儿子，二饼。我看我能对上，操你爹！我也儿子，要不要？谁爹？二饼。你还在旁边接茬？你哪辈的？来高。我操你妈！你没罪，你没罪。我啥也不是。我告诉你我胡啥，你信吗？我不信，我不告诉你。告诉我，我信。你告诉我，我胡他妈四季饼，你信不信？打完了。不要。我捞三六万，傻逼！操！等等，没要，对要。屁屁，那个炸胡。把蛋还了。对要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每人五个啊！你给我四个，你俩一人五个。我对啊，两个，三个，不信，不对，给我四个，我蛋，我蛋，所以我有五个，你给我四个吗？那我太给我转呢，我给你俩就完了。我给你几个？你给他俩，我给你俩，五个。他就给俩，我凭啥给五个？你一个蛋，就得要俩。我五个蛋，几个蛋？五个蛋，二个，三，四，五，我拿去。给我，我有个蛋。滚犊子！我帮你找一个。五个蛋。去你屁！他四个蛋。他四个蛋。我五个蛋。给一个。我五个蛋。给你一个。这是我的。给五个。你给欠我六个。十五个，欠你六个啊，好吧。欠十五个蛋，你有你不是？等会儿你有扑克没有？我没扑克。啥也不是你，啥不是你？你看看我们喝多了俩，看看。哎，你说。啥也不是。我俩开的。我他妈四个高，你是不是？八圈还是我抓，康宁呢？哎呀！我跟你说，这把宋江，你赶紧屁胡。妈的！哎，他妈的！我炸胡。不，你不，我这把胡。来，得下酒啊，康宁。你说，你怕媳妇不得？不怕。不怕吧？他替他喝。不怕。我不怕，我敢喝，你敢喝吗？我媳妇就是拿刀砍我。啥不是？哎，康宁，你是我媳妇吗？你也怕吗？我不得。你找男的媳妇儿，他不对。我也不怕，操你妈的！我要喝出来了，妈的！你这有病吧你？你们别逞疯啊！小天呢？这俩喝多了，没有点钱吗？你怕？哎，有点钱记得你这边操！送钱你这么说没意思。你俩咋这么多呢？这是你的，这些都是你的。你这么说没意思。哎，除了钱以外，你啥也告诉我。哎，你这个。你这么说没意思。哎，别说话。宋江，你这么说没意思。别说话。你这么说没意思。除了钱以外，这啥？哎，除了钱以外，这啥？我去你妈！哎，别，你告诉我，除了钱以外，这啥？感情。我说了你啥？你结婚那天，操你！我不喝的花花醋，我把胆吐出来，我对不起你。
你几个蛋？你把蛋！我他妈！我不想说这个，我不想说。你不想说，你就不想说呗。哎哎，差一张牌，来来。我不想说，我不想说，我说了不想说。有一天你我鸡巴蛋，不想说，别鸡巴问我，我啥也不想说，别说。有点有意思吗？我不想说。我问你有意思没有？我不想说。有没有意思？啥子？你告诉我有没有意思？我啥子？有没有意思？少张牌。你告诉我有没有下地吗？我问你，别鸡巴问我。你替我打，这别玩了，走啊！马姐，哪儿少牌了？我在找那个那马姐。哎呀，这儿我别鸡巴问，你妈有意思没有？你先说你自己有意思没有？啥表？对谁的？哎呀，好像找着了。我愿意，我愿意，还是我做？哎，闭嘴！我愿意，闭嘴！操！我啥我都愿意，我他妈认了！我操！你在别吱声啊！我他妈愿意，我心甘情愿！我操！蹲！蹲！我装王大彩子，大姐，我大彩，你装。全红了！哎呀妈呀！你看看，那你那一桶的，妈呀！确实，哎，林川，你是又捏捏我，你挠我。林川，我没有，我问你一句话，我听到，我不想说。哎，那天是咱们几个，那天是咱们几个喝酒，今天这么多人在这，男女在这，我是一句不想说，别鸡巴问我。哎，别，我啥也不想说。没有了，我就是一句话打彩子了。有意思没有？啊，不有意思。大姐，我啥不知道，快点打骰子吧，这去。是，一堂。宋强，你要给？我问你，再问你，有意思没有？有意思，我就有意思，我就。哎呀！我就有意思。快点打吧。东南西，北风西的，对不对？我包桌，包你桌，我他妈输钱全给你，操！我输钱就是你，操！不玩了，什么玩的呢？你俩北风西大包桌啊！你都整烂了，你干啥呀？哎，干啥？干啥？干啥？不玩了，回家。走，走人。扔90块钱，咱们走了。扔啥90块钱？70块钱别鸡巴扔，扔鸡巴老90块钱。90块钱谁赢谁输？输鸡巴老90块钱，我包桌，操！哎呀，我赢还输？我好赢啊！别拿钱，别拿钱，一通，别拿钱，一通走。拿啥钱？哎呀，我拿，我赢11元，10元。这鸡巴好使，操！